要干嘛？高要干嘛呗？可以啊。来，这个是五万块钱的。你以为他俩？啊，那天买个三十多万。真的呀？我那时候一岁。可以啊，我结婚可以啊，我来找你。比我那个还贼一点，哎呀，比那个小一点，还小一点。这个是好点的嘞，那天不是八十八呀？可以。我看了这款电瓶车，我觉得它挺乖的。你这几个车过来？一个微箱，三个车过来。好东西，还有那个同学妹。还有个车子是哪个？六六，我过场。就它了。就它了。好。我的新的小绵羊，小坐骑。装点吃是吧？我的新坐骑呢是已经选好了，就是这款白色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就是我从我这个红色的那个电瓶车置换下来的话，只需要补得到1000多，但是1000几的话，我还要再问一下那一款，大家觉得值得吗？就是这款白色的，这小伙子正在给我那个电，就是弄电瓶的。啊，有请假，有请假，你咋的？找我给他，兄弟们。还补那么多呀？补1680，再给你少一点。1000几？1680。我感觉本来该补1780的。要得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再给你带些客户来。要得，要得。我有同学名字叫什么？不，我名字比较比较普遍嘛。啊，要姜三个三。现在呢，我请就是师傅把这里面给我把那个焊个钢条。焊钢条了。现在我让那个师傅哈，就是给我焊一下那个钢条，因为曾经就是有一年嘛，我的那个电瓶车呢。电瓶被偷了，就是给我把那个螺丝那些螺丝焊的螺丝，然后把它揭下来了，给我偷了几个电池，但是没有偷完。后头呢，我就找这个师傅，就给我把那个钢条把它焊起，这样子呢，就是小偷他偷了一个偷电瓶的这个时间的话，他就会延长一些。我觉得这个师傅还是蛮实在的。你那个啥，你快点给我了。我现在想干一个。哎，压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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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